行政院长江宜桦他日前宣示，市售的馊水油做成的食品今天起都要全部下架。那卫生福利部昨天更表示了，从今天开始哦，如果查到任何使用全桶香猪油以及和江香猪油等违规产品的业者，将开罚最低6万，最高可以罚5000万元。